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呢，就是 Mean Journey 在今天呢又重新开始开放试用咯。不过呢，大家要抓紧机会哦，因为他们只有开放这个周末。那按照这个时间差的关系呢，应该会开放到台湾时间的礼拜一，也就是5月8号。所以如果你今天错过机会试用的话呢，可以赶快抓紧这个机会，赶快去试用看看哦。那这次免费试用呢，其实是官方为了要庆祝 V5.1 模型的推出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这个 V5.1 模型到底是什么东西哦。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3月中呢，他们才推出上一版 V5 哦。那个时候推出的时候，大家都吓了一大跳，因为真的进步太多了。那在这个月呢，5月初他们又再一次推出了 V5.1 模型哦。不过这一版蛮特别的，就是官方把它设成了一个预设模式哦。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之前的预设模式其实是设在 V4 的，就是如果你不去调整任何东西的话呢，你生出来的图片都是用 V4 这个模型做出来的。那这一次改版之后呢，以后我们生出来的图预设就是 V5.1 这样。那如果你刚接触 Midjourney， 然后不太清楚我在说什么东西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不同模型做出来的图片有什么样的差别，还有这个所谓最新版本呢跟之前版本到底有什么差异哦。那今天呢，我们除了会解释 V5.1 这个模型的差异之外呢，我们还会带到另外一个 V5.1 的双胞胎呢，叫做 RODMO。 ROD 这个字在相机界的用语呢，有点像是原生然后原始的那种感觉哦。那我觉得在这个模式下做出来的东西呢，它的品质是跟 V5.1 一模一样的，只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呢，我们等一下都会带到。那在这部影片的后半段呢，我想要带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参数值，就是之前影片我们都没有讲过的，例如说这个 repeat 重复功能，或者是 permutation 排列功能，这些功能真的都超级实用，而且会节省你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呢，我就想说在今天这部影片呢，顺便讲到这些工具哦。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看看 V5.1 这个模型到底是什么东西。那首先呢，非常快速的解释一下 Midjourney 的创作模式到底是什么东西哦。在 Midjourney 这个图片生成的 AI 工具里面呢，其实它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创作模式。那它背后呢，其实就是在使用不同的 AI 模型来生成图片哦。不同的模型呢，就会创造出不同的图片风格。接下来要讲的 V5.1 呢，就是这样子一个最新版的创作模型。那在官方 Discord 的这个 Announcement 频道就有详细的提到 V5.1 它的特色。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呢有怎样的变动吧。首先呢，官方提到 V5.1 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是更有个性的，比起 V5 模式，它更会主动的去优化图片哦。那更白话一点呢，就是 V5.1 会让你的图片更美，然后更好看。那官方呢也有解释说，这种有个性的感觉呢，它比较像是之前的 V4 模型，所以大家可以把 V5.1 想象成 V4 跟 V5 的混种高阶版。那再来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它对于比较短的 prompts 效果会更好，所以呢它是非常适合新手的，然后你不太需要深入的研究 prompts 就可以得到很棒的效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比较合家欢乐型的模式哦，不管你今天是初学者啊，或者是比较进阶的使用者呢，都可以玩得非常开心。那再来呢，我们要讲到官方他们在推出 V5.1 的时候呢，有同步推出另外一个无调味版本的 5.1 哦，是不是非常有趣？那这个模式呢叫做 RODMO。 那这个 RODMO 呢，它其实比较像是上一代的 V5， 有点像是 V5 的升级版这样。那这个 RODMO 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比起一般的 V5.1 呢，它更擅长处理很长的 prompts， 也就是说呢，你可以自己加入更多的细节哦，有点像是主导权在你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的 prompts 越长呢，就越能看出他们两个差异、哦、比如说我们这边呢输入一个超级超级长的 prompts， 然后把它丢到 V5.1 还有这个 RODMO 来测试一下他们两个生出来的图片的感觉。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5.1 这边就是一般的模式呢，就会开始出现很不稳定的状况，例如说他的手啊开始变形啊，或者是他有些地方就是 get 不到我们要的点哦。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风格就是比较多元这样子，然后会有一种 V5.1 他不太喜欢听到太多字的感觉，他自己是非常有主见的，所以他不希望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的那种感觉。那如果切换到 RODMO 的话呢，他产出的图片就会很一致哦，是你可以看到他的风格是蛮稳定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输入非常非常长的 prompts 的话呢，就是建议使用 RODMO 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进到 Discord 来看看这两个模式要怎么打开。那切换模式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在设定选单里面选择。那要怎样把这个设定选单叫出来呢？首先呢，我们先输入一个斜线，里面呢我们去找到 settings 把它叫下来，接着呢我们这样子把它送出，
上市之后呢，就会跳出这样子一个表单哦，大家就会发现呢，这边多出了一个 5.1 还有 Rumble 的按钮，所以在这边呢，其实你就可以直接选择你想要使用的模式了。那现在预设呢，其实就是在 5.1 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调整它，除非你今天想要用其他的模式。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试试看 Rumble 的话呢，就是按这个按钮就可以了。那要注意一下呢， Rumble 一定要在你 5.1 已经选择的状态下才可以去选择哦。那第二种调整的方式呢，就是使用手动输入哦，就是今天呢，如果我想要切换模式的话呢，我就直接在我输入完的 prompt 后面直接加上我想要的模式，例如说 5.1 的话呢，就是横线横线 V 空格 5.1，或者是如果我想要切换到4的话呢，就是横线横线 V 空格4。那例如说我今天手动输入跟设定本身有冲突的话呢，它会以手动输入为主，它就是会自动覆盖掉我们的设定这样子。就是今天假设你想要偶尔一两次切换一下模式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这样子手动输入的方式把它覆盖掉原本的设定。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手动输入 Rumble 的话要怎么做呢？假设你今天原本就已经在 5.1 模式的话呢，你就直接在后面加上这个横线横线 Style Raw。 好，那我们现在呢已经了解到如何要切换到这两个模式，我们来看一下使用这两个模型呢做出来的成果如何吧。我自己这样子使用下来呢，我觉得的确这个最新的 V5.1 产出的东西是比 V5 还要更好一点，就是人像会更自然啊，然后更稳定，然后画面看起来也比较讨喜一点。但我觉得它跟 V5 的差距并不是那么大，所以它才会叫做 5.1 吧，就是有点像小更新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也想要特别提到参考图片的部分，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教过大家如何让它参考现成的图片吗？就是要上传我们自己的图片，然后让它去参考这样子。然后这一次呢，我也有稍微测试一下，就是上传我自己的脸，然后让他去模仿我的脸这样子。那测试的结果呢，就是他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一模一样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让 Midjourney 参考图片，然后产出一模一样的脸部啊，或是物品的话呢，就是他现在还没有办法哦。好，那最后呢，我想要提到两个超级好用的参数值，这也是最近才更新的哦。第一个呢，我们要讲到的是 Repeat， 就是现在呢，大家应该都已经有一个习惯，就是同一组 Prompts 你会重复送出很多次，就是想要看看它生成出来不同组的图片有怎样的差异啊，然后从中选出一张比较好的图片这样子。那之前呢，我们不是都要手动复制然后贴上很多次嘛？那现在呢，有了 repeat 这个功能呢，就不需要手动的复制贴上了，你只要在 prompt 后面呢打上横线横线 repeat， 然后后面加一个数字，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重复送出 prompts 了。那我们现在呢来示范一下哦。假设我今天想要重复送出这个 prompts 五次好了，那我就在 prompts 的最后面呢打上横线横线 repeat，然后一个空格5，然后这样子送出，然后他就会问你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要送出五次一模一样的 prompts， 那我们这边呢就选 yes， 接着他就会自动帮我们送出五次了。那注意一下呢，不同的订阅方案也会有不同的门槛哦。就是例如说你今天是买 basic， 就是10块美金的那个方案的话呢，你最多只能重复4次。
就是你 repeat 后面最高的数字只能接4而已。那如果你今天是 standard 或是 pro 方案的话呢，你最多可以10次。所以用这个方式呢，就可以非常快速的重复送出 prompts 咯。那再来第二个我们要讲到也是超级好用的参数值，叫做 permutations。那 permutation 这个字翻译成中文，我觉得比较好的翻法叫做排列换置法。直接操作一次，大家就知道我在说什么。首先呢，我们先打好我们的 prompts。那假设我今天想要用这个 prompt 生成三张图片，那每一张里面有不同的动物。那第一张呢，就是这个 white cat， 就是白色的猫嘛。那假设我第二张想要白色的狗，然后第三张想要白色的兔子的话，要怎么做呢？我就是在这个 cat 这边呢，加一个上括号，然后后面呢打上兔子跟狗。那我们这样送出看看，然后他就会问你确不确定。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按这个 show prompts， 这边就是他等一下会帮我送出的三组 prompts， 大家有没有看到呢？我想要的三个动物就会变成分别的三张图片，就是说接下来呢，我就不需要手动一个一个输入新的 prompts 了，他就会一次帮我产出三张图。那我们这样子送出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哦。那我们再示范另外一个 permutation 的例子。假设呢，我今天想要使用同一组 prompts， 然后把它丢到三组不同的模型里面去看看产出来风格怎样的话呢，也可以使用这个 permutation 的功能。我就在我打好的 prompts 后面直接打上括号，然后后面呢我就开始输入我要的模型哦。那我这样输入完之后，它等一下就会产出三张图片。第一张呢是使用这个 V5.1， 然后第二张呢它会使用这个 Style Raw， 也就是 Raw Mode， 然后第三张它会使用 V4 模型。所以这个 Permutation 它其实就是汰换的功能哦。那我们就可以按这个 Show Prompts 来检查一下它等一下送出来的是不是我们要的成果，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按 Yes，它就会产出三张图片了。而且最厉害的就是这个 permutation， 它可以括号里面再包含括号，就还蛮疯狂的。那因为我不会每天都关注 Midjourney 它新增的东西有什么，但是每一次我回到 Midjourney 然后看它的 announcement 的时候，我都会吓到，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进步的好快哦。而且呢，现在 Midjourney 参数真的是有一点太多了，然后下一次呢，我想说再做一集专门来讲所有的参数跟指令的影片，就是来介绍一下现在可以用的所有的指令这样子。然后这边呢还想要提醒大家如何重设你的设定哦，就是例如说你今天不小心动到设定里面的东西的话呢，你就可以进到设定里面，然后里面呢它现在多出来这个 reset settings，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不小心动到一些东西的话呢，你就可以按这个按键，它就会回归成预设值了。所以 Midjourney 里面真的是有太多东西可以讲，如果大家有什么比较想听的部分的话呢，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 V5.1 模型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对 AI 的最新资讯有兴趣的话呢，你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哦。另外呢，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内容啊，还有最新资讯，我也会 po 在 Instagram，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